在异能界，但是他们竟然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。在歌坛上呢，如果没有他的话呢，就没有今天的龙青。有这种人这么严重的话，关系人出场。你俩难道曾经在一起吗？哦，对。几段健康的生活电脑，可能是真的。哎呦，都用的杀手。不想说再见，想再亲吻你。最近一定有不想说再见的感情，对不对？当然有啊。其实呢，我并不孤单。哦，怎么说呢？什么意思？你也有短发妹吗？开场乐也不一样，我们本来就是摇滚那样那样的，前面让我们跳得很开心，加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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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有感觉了，观众朋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这个这个老牌老字号，不是今天才在新广告。有没有看到我们为大家呈现这么好的一个，这是一个狮子哎，哇哟，厉害了，观众心里面是什么看出来就是不一样的东西，我们希望呈现更好的节目给大家，好吧？今天这个单元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叫什么？关系人，意想不到的关系人，就是这两个很跳痛，怎么会结合在一起？但我们这个绝对不是啊，为赋新词强说愁哦，没有关系硬是转关系哦。我之前有讲过一句话，关系是这样，没有关系找关系，找到了关系就没有关系，找关系嘛。所以这人，这中国人喜欢套关系，套来套去，哎，大家好像感觉比较亲切了，叫做什么乡不亲土亲嘛，土不亲人就亲嘛。但是我们不是硬要为了要作为一个单元，然后硬是掰说他们有关系，哎，是真正原本就有关系，好朋友。对，而且他们今天呢，用歌声来表达他们这一段时间心里面的一个交错，太可怕了！你绝对不会相信他们竟然是有关系的。到底是谁？一见面就是位大咖，而且好像最近有新歌了，新的作品哦。一起来欢迎龙千玉小姐。这个龙姐好久没来了，你对呀，很想念你们。我们这边重新装潢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恭喜我丢你呀！我们这个是专程为你搭的，真的吗？为了配合配合我这套扫地装嘛，对对对对。专门为你搭。然后今天你一来哦，整个录完之后，我们这个就重新拆掉。我有啊，伟大。
就是原本的下重本啊，哎，就是录这么一首歌。哎呦，太感恩了，太演唱会的规格。刚刚这一首歌叫做《岁月》，岁月对，就是新歌嘛，最新的最新专辑哦。哎，没想到你这个闽南歌曲越做水准越高，一定要一定要的，要特别介绍一下，而且这个他一点谦虚都没有，就接着讲下去。是啦。因为这一次是很有自信的啦，对，这一次十首歌呢是十个故事，是一个人生的历练，一个人生的转变。尤其你看岁月之能力，哎，得被盖小姐的。但小时候信不信看的某台有一位大师，书法大师张炳煌大师，不是张炳煌大师，张炳煌大师对特别帮我题字，哎，等于说这个歌曲呢再加上艺术两方面的提升，还有。这一次我为了这个岁月的专辑啊，你这摆较高位呢，因为就这才几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阿彪迄个有交代，伊讲大热门。像你要昂的这波，爱给公主瓜维。对，龙姐应该现在多讲一点，要不然她等下出来的时候，你可能没有机会讲。对，讲，哎，对对，我来，行来。这也是对哈，真的。我会十五岁，应该不会十五岁。哦，岁月没有在你脸上啊留下任何的痕迹。哎呦，你嘛是赶快呐，那我们是同年次。我男生，你啊，我你个少年呢。我男生无所谓啊，我就等于美国影坛的艾尔伯西诺。El Pacino 或者劳勃迪尼洛，他已经快70岁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越老是越值钱。如果跟他们两位前辈比起来，那我等刚出道而已。你等于是小鲜肉啊！对啊，小鲜肉，你要不要看一下来？我给你看。好，来来，我们小鲜肉。是前辈呢，是前辈。我怕好不容易那个收视要掉。对啊。你讲话就好了嘛，看小鲜肉，看我最近练的身体。你真的有练？真的吗？要不要看小星星？真的要练？小星星，我来练。来，你刚刚讲到今天你这个关系人，对，特别。哇，我跟他认识35年了。哇，对，等一下，35，对，那时候我才17岁。这个最近这个数字很敏感。对啊，凤飞飞凤姐有没有？他就是35年的演唱会，是。然后演唱会结束没有多久之后就离开我们了。35岁有点，然后最近又有一个朋友，哎，对他也要开演唱会，他开演唱会说什么飞跃35，那我讲真心话，今天还好他没来，我可以说，对，我担心他飞不过。是，不过听说他邀请你当特别来宾，所以应该是飞得过了，没问题啊。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私底下在讨论，我不敢讲而已，他能不能开得过都还不知道嘞。我们就帮他想那个布置而已，行不行呢？来出一些点子给他嘛，对不对？好好，对了对了，那没关系啊，不要聊那个没有用的人，不要聊那个没有用的人，对对，都是他的朋友。那你今天这个人对我这个来宾呢很重要，对我来讲很重要。35年，对，因为。在歌坛上呢，如果没有他的话呢，就没有今天的龙千。有这种人，这么严重的话，真的很严重。你那个时候是很辛苦遇到他，对，永远的 idol， 永远的 idol， 对，说一日中偶像，终身偶像那一位吗？不晓得是不是，就是义交大队的大队长嘛。头上拿一个哨子在那边指挥脚，口哨哥。哦，关系很浅，天哪，怎么可能？我都想不到呢，太跳痛了，太跳痛了。对对啊，哇，我们真的是35年来都有来往哦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我刚刚没有讲任何他的坏话。没有，你明明说他飞不过，没有，我跟王董要看脸讲。我决定站另外一边。来来，欢迎我们，不，你在那边去开场一下，欢迎我们的关系人出场。曹大哥太开心看到你，你的35年的35周年的演唱会是，我们一定要过来，肯定要，绝对没出奇，没出奇，怎么那么快？龙千玉，一个是闽南语挂的天后，一个是永远的 idol 超级品，你俩难道曾经在一起吗？哦，这个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，但是我们有关系。
他刚讲成这样35年，对呀，怎么可能？是真的。那时候龙姐每个礼拜都会录凤飞飞的节目，豪华酒店，对，豪华酒店那个是在那边录影，他豪华酒店录过嘛，还有那社教馆也录过，对，一道彩虹也录过，他那时候不是叫龙千，那是叫江玉琪，对对对，有改那时候的艺名啊，刚出道，那时候我都嫌他很土啊，他都自己弄嘛，弄头发化妆都自己弄。到底你们的关系是什么？曾经沧海难为水。对啊，曾经啊，曾经应该是叫嫂嫂。嫂子啊，嫂子。等等等等，嘿，哦耶，嫂子卖饺子，饺子好吃，嘿，偏到鲜多滋味好，实在好吃，嘿，汉子吃饺子，实在好吃，嘿，嘴里面吃的是饺子，心里面想的是嫂子，实在好吃，过了一个大年。那个都是过去式，嫂子哎，其实我们私底下感情真的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无所不谈，对对对，一路走来这样子，四哥也很照顾我，闺蜜，对，真的是闺蜜，真的是。平常是拢叫我玉琴啦，拢玉琴，玉琴，我跟你讲啊，那好，什么代志啊？你，但是因啊有困难的时阵的，哎呦，我爱你三手，这句话，这句话，不要再说了啦，不好意思，家庭会议开一下，没有，我们聊一下，我们自己家庭的会议。今晚谁了？阿寿的阿寿，阿哥无缘的三寿，阿三寿都是等于三哥嘛？对啊，三嫂三哥，然后又无缘。阿哥弄得起吗？把你卖个你还是说他们在打麻将？无缘的三寿，因为一寿二寿听三寿。把我们这里当餐厅秀着干什么啊？我们一直受到控制，这个歌也受不了。还好这种诸葛亮的梗我们也会，年轻朋友都看不懂这一段。我生气的不是叫我们逼我们唱这种歌，你知道吗？我生气是 key 不对。因为你知道那种17岁认识到现在真的是不容易了。你看我说的对吧？是。他一出来你都没讲到话。对啊，而且你前面讲完了，让我讲5个字就好了，好好。岁月不饶人，往事不要再提了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是懂事就归期啊。对对对，我绝对不会唱这个。不可能，不要忍住哦，忍住哦。不可能。时光一逝永不回。我是说忍住吗？让他唱吗？是。我们好好的人，为什么要被一只猫精来控制呢？听说你发行的第一张唱片不如卖钱山，它红到，因为我们炒估了一下，因为它是算还有在外面卖的，还有地下版的，还有 copy 的，多了多了，卖超过100万张，而且之后那个谁黄以玲啊、陈小云全部都翻唱，都翻过，蔡小五也翻唱，最原唱是龙姐，这总卖了100多万张的唱片，这一张唱片竟然跟曹爸爸有关系，有曹爸爸有唱是不是？没有。他叫爸爸，你哪个挂宝贝？根本在亏出门口。对啊，没有啦，那个是爸爸开唱片公司帮龙千羽量身定做的歌曲，包括所有的这些都是爸爸。哇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曹爸爸成立了唱片公司，然后国语的部分呢，就是曹大哥嘛，国语部分。台语就是我负责的，对。他是正式改名叫龙千羽的第一首台语歌曲，不如卖小塞。对对，帮他出，所以还有这个机缘，对，没有。所以，但是后来龙千羽他自己一直很努力往上爬，虽然每一年几乎都有代表作。我听这个有多感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还没出来，他在讲没有你的话就不会有他。对呀。以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点滴？让你是印象深刻。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在陆光义工队，在木栅啊，然后对我从台中上来台北唱歌嘛，那我每次都没办法回台中，我就把我的那些那个臭声的来口啊来塞，我就丢给他妈妈，江妈妈丢给江妈妈，江妈妈又来，江妈妈又来了，江妈妈又来，我夸掉呢，对啊，哎，江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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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来好年轻啊，大家都我刚还以为是你妹妹呢。现在
是个女的。你不能这样讲，一个得罪啊，火绿的，你得罪了，你等谁得罪啊？这个男的，我妈妈哇，嘉义中线呢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是我妈妈偶像，真会讲话，第一个跨立长大，对啊。哎，妈，哎，这个龙妈妈厉害哈，哇，真正是我不会那丢唔啦。桃花轮动对啊，就打工了。但是后来那个曹爸爸离开，还上了新闻。那时候当然已经大家对已经出了门的媳妇了嘛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所以是龙姐有在见面，龙姐是第一个来现场的。我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人来，只有重情重义，只有龙姐第一个来，还拿了几万块给我说，如果不够的话，你再跟我讲。而且是当天发生事情，他当天从台北下来。哦，其实我觉得这个缘分很妙啦，我们一直都是有往来。对，那曹北北要走的前一个晚上，还特别打电话给我。哦，哎，这件事情是我永远在心里是永远难忘啊，因为当我在需要亲人关怀最需要的，旁边都没有自己的家人，所以我很难过。所以龙姐第一个下来看我，爷这人的就有情哎，有我们认识他也几十年的时间，有虽然说没有深交，但是我们在每一次的一个应对进退里面，可以了解到一个人。那我是真的很感谢他，然后他出专辑唱片，我觉得我也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我们不像外界你们新闻记者写的说我们都没有来往，其实我们有一直有，真的有来往。不如我挑一首以前龙姐的歌，好吧？好啊。这个龙姐的红遍海内外的招牌歌，是是是，好，屋顶，屋顶不是啦，男龙姐的歌，女人心，哎呀，蜜老师来了，好吧好吧，欢迎他们两位的歌唱，来来来。查甫人的情，甘愿为爱拼一生。查甫人的心，甘愿为情来牺牲。对你一段情，是愈久愈坚定。爱你一粒心也袂变形。无奈今夜雨袂停，啊今夜雨真冷啊，咱的情也不愿停，也不愿冷。咱的心情，心痛是一丁丁，一段情藏在心肝顶。心爱的，再回答，再回答，一段情藏在心肝顶。金曲歌王吴宗宪呀！啊，你一定很有 feel， 不在哪里要唱啊？我想吹起来，谢谢。我试试看啊，你可以的。查甫人的气口夹出来，查甫人的情，甘愿为爱拼一生。查甫人的心，甘愿为情来牺牲。对你一段情，是愈久愈坚定。爱你一粒心，也袂变形。无奈今夜雨雨袂停，啊今夜雨这冷，咱的情也不愿停，也不愿冷。分开咱的心情，心痛是一点点，一段情藏在心肝顶。好，高潮来了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答，再回答，一段情藏在心肝顶。两个唱蛮配的，好像我们唱比较好。来来来，哇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哇，谢谢，棒，好，没有彩排的哦，没有彩排啊，没有彩排哦。宪哥讲过说，我们每天在表演还要彩排，没有蕊过，先不蕊。我们整天在被阿咪大乐团凌虐，还需要？我们是彩排一整天的，对呀。但今天听到你们这种情感啊，人家说君子断交，口不出恶言。没有那个缘分能够在一起，还能够一起开心的唱歌，这是不容易。给予互相一些关怀，互相，先话唠好了啊，互相给予彼此互相一些关心。原来我记得有带礼物来，我带礼物来送给龙姐，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。哎呦，还有礼物哦，对，我要谢谢。这是什么？四哥嘞，四哥每次去泰国，我不知道是在哪里买的，他每次去泰国。这个就 Gutter 在带的嘛，就是人妖嘛，都会帮我们带很多饰品，女神才可以带的。
谢谢。哎呦，戴一下，很漂亮。哇，这个正好配这个衣服啊！哎，我在家里选的。谢谢。我在家里选的，在家。哦，我刚才你本身有在收藏这个。我要配他的衣服。你有一份爱的礼物，我要把它送给你，那是一点情和意，那对恋，那真心。对，我想人跟人的能够认识呢，都是一个缘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，要活在当下，爱要及时。龙姐，接下来你要好好为自己活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晓得。对，你也是，你也要好好活。后面四哥也是，所以今天我们才为你们两位做这一个专辑啊！谢谢。那我们带来一首，只有他们一组吗？后面还有两组，你就不会跑来跟我讲一下，我莫名其妙访问这么多。有什么好浪费那么多时间访问的？我们这些是好朋友啊，对，多想两句会怎么样嘛？对不起，奇怪，没有了。我们今天三组，后面还有切成三集了。还有，谢，好吧，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温馨的故事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，非常坐。阿姨哥，谢谢。这个每次龙千羽就是一股暖流级的人，心里面看到他就是会有一股暖流，一股暖流吧，一股暖流通过我的鼻子。你是对他们两个很感冒？没有，我这纯粹鼻子。来，下面一位到底是谁要找他的关系人？一起来欢迎，黄品源来喽！欢迎，黄品源来喽！我带你看全世界，陪着你就算下雨也觉得美。哦，是你让我忘记了忧伤，你走了孤单怎么办，不想说再见，想再亲吻你的脸，牵着我的手，我舍不得你走，不想说再见，忍着泪渴望再见一面，只要一分钟再听你说声爱我。想说再见，哎呦，哎呦，平原，哎呦，平原哥，感动，太感动，来，露露，这个歌真的是有感觉的哦，真的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有听过，我有看到这一首歌的 MV， 哎呦，真的，你在戏里面有没有那女生不知道是谁？哎，你们两个，哎。是你女儿，对，真正的女儿，是你的女儿，不是，哎，哦，是吓我一跳，我想说，你那个女儿好像跟我长得很像，对呀，啊 ，Hello， 哎，这是一种侮辱人的说法，看到跟蛮像的，然后两个戏，你也哭了，是真的哭的，因为那个戏里面是那个舍不得女儿走了，因为她从小呢就宣告不治。然后呢，这个妈妈又因为这个压力太大离开了他们，那爸爸就把他养大。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爸爸。是啊，我跟这个女儿最近有一点关系，有点紧张。Sandy 吗？真的。然后因为我从来没有对她大声讲过一拜的不。是。我说你过马路的时候，爸爸一秒钟都不会离开你的眼睛。对。她说没有，爸爸不是这样。那是怎样？她只说了一个，她爸爸，你这一生还没有让我自己单独一个人过马路。哦，你最近一定有不想说再见的感情，对不对？当然有啊。你看嘛，可以讲出来分享吗？啊，像我有一个朋友有一首歌，他就很埋怨。哎呦，他男朋友，哎呀，他处理了以后，我踹去踹别人。所以你讲，哎呀，当初要知道你要娶别人，还不如卖小三嘛，不如卖小三。求你应候，啊，求你
枪，这个叫躺着也中枪。真的躺在那里玩的啦。其实我并不孤单。哦，怎么说呢？什么意思？你也有短发妹吗？喂，露露，今天早上的新闻，你是别人啊，那我被赶下下啊。对啊，其实我的意思是啊，这个虽然新闻这样八卦这样子去写啊，对，那个是他们的事啊。其实我对我的家人啊，跟我的心啊。跟我对家人的心是很密切的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对呀，所以今天来到现场关系人是你的前妻，不是啊？所以今天打马来西亚不久，我们的收视率全年都这个太棒，台湾的总冠军了，还干嘛下这么重呢？我们你这一段我们单独做一整集，真的还分上下。他刚刚前面那一段是前面，我们现在不是一整段，我们到他变一整段，到底哪一个是一整段？你们是两集，他们两集，我们这一趴录六集。哇，那是男的女的？其实我曾经认为我这个关系人呢，我可以跟他不用太接近，不用感情太好。但是没想到你们有合作过，没想到人生走到现在，我才发现说，其实。我还欠他一点人情。哎呦，钱债是好还，但是情债，尤其人情债，是最难还的。对对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欢迎你的关系人出场。叶云，哎，是叶云呐，叶云哥。哎呦 ，Hello， 哎呀，大家好 ，Hello， 哎呀，怎么 ？Hello， 叶云哥好了 ，Hello。但我这个连接不起来，怎么会是你们？对呀，这个其实我跟他认识大概12年左右。12年哦，也很久。怎么样？这个那时候就是因为飞哥找我们主持综艺，这段还需要看大字报啊。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什么关系？哎，这个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看大字报。这个品源是这样啊，我太了解他了，因为他头脑里面少6条筋。有一次哦，那个因为那个执行制作搞不清，一直指那个他突然间在讲龙千玉的大战。对啊，后来我出第一张专辑还是曹爸爸出的钱。喂，差太多了。你牛头的。对马嘴，所以就当年啊，综艺大哥大飞哥的节目里面，那你们三个搭档那时候呢，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呢，在节目里面他会玩乐器然后每玩一个乐器就出糗，打一个鼓也打不到拍子，萨克斯风也吹不到。那你吉他又弹得很好，我是专业的专业音乐人，对啊，看到这种受不了，我就完了，这个人还跟我们搭档，那不就是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一样的情况，是我是音乐人嘛，就我旁边有两个音哑人，你就很累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出过唱片呐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做效果，你要知道吗？对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才能够衬托你们的好，我们是最佳绿叶。而且你说弹得好，打得好，那后面谁弹得不好，打得不好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想要站在前面嘛，哦，我们如果拿过金曲奖，哪能衬托你的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嘛。这个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，所以后来真正认为说，真是一个好朋友，对，我欠你一个人情是在什么？这次是因为因为我出新专辑嘛，这边我所有寂寞旋律啊，对，有新专辑的带来啊，对呀，我都忘记了。谢哥，对，哎呦，太棒，谢谢平哥，谢谢平哥，聂云拿过了，我已经，你看的是寂寞旋律，那里面是有他的作品还是怎么样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很多我所有的积蓄全部花在。整张专辑跟广告费了，因为广告费花很多钱，全砸，哎呦！然后要开记者会的那一天，哎呀，这个记者会总是要像个样子，对。然后再想说，还是要一个主持人，主持人。但是那时候真的没有经费，是是是，就打电话给聂远说，兄弟，啊，那你为什么不找我呢？不是，那你我们的交情，你要记者会，我不可能收钱，你应该找我嘛，是不是？今天如果不是你，记者会已经过去了，我能这样讲吗？交情，你要记者会，我不可能收钱，你应该找我嘛，是不是？今天如果不是你，记者会已经过去了，我能这样讲吗？我最近有个记者会，没有，我有个记者会，我都不在台湾，我都不在，我没讲什么时候，我今晚录完就连夜离开台湾。哪有人这样的？直接搬走就对了，所以他就去当你的主持。我直接说，兄弟真的没有经费，然后他说兄弟不用钱，这样，主动说，所以
这个酒是越久的能够越香，朋友也是越老的越好，真的是。听完您这个两个人关系的故事啊，我还真的觉得他这一段比较感人。不如卖血债，真的，那出一张专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兄弟俩直接用一首歌来互相表达一下，好吧？好啊，来，两位和尚一首。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他了。哎，我把我的最成名的歌曲分一半给他。对我这么好，真的吗？就是合唱就对了，就是给你唱，就是让你唱，这样就唱给你。对了，就是来来叫周深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来，招牌歌。没有改变，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？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好兄弟聂云来了。秋天的风，哎呦，一阵阵的吹过，比原唱好听呢，我的妈！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说什么这个歌要分给他的好兄弟唱，就最后一句我自己怎么拉，他起码唱了三分之二，他很做作，那一段就唱了三分之二的时间，好久。然后他唱第一句进来的时候，声音还破音。宪哥，我发现宪哥唱的真不错哎，是好有 feeling 啊。哎，说真的 ，Hello， 人家是来打唱片的，好吗？平原青哥再讲一下，哦，刚刚唱这首叫《不想说再见》啊，再次谢谢两位，来，接着下来这一位不得了了，哎呦天哪，他怎么可能有关系呢？一起来欢迎民雄来喽！多少人走着，哎呦，却困在原地。多少人活着，却如同死去。多少人爱着，却好似分离。多少人笑着，却满含泪滴。暂时高飞。
唱的比原唱汪峰还好，很有 power 哎、欸，真的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像你这样的人是有朋友吗？对，不是，今天关系人一定要特殊，对，否则关系是很特殊，我们凹到最后，等到这里没不特殊训掉，哎，一定要特殊。我给你一个建议，非常特殊，你可以说你的关系人是龙千玉的妈妈。龙千玉到底够不够？车立的公以前曾经跟他租过房子，很感谢他嘛。真的讲真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啦。那关系人都有意义，你这有吗？我跟他真的是可以说是忘年之交。哎，不要为了说，宪哥，不要为了上节目硬讲。是，难道一般是不如卖醒塞？哦，刚好扣脸，刚好扣脸。男的女的，现在我们知道。女的，女的，女的，你不会是你阿瑟？不会的阿瑟。我跟他是真的是无所不谈的、啊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可以跟他说，谁都可以。粉红知己，他也对，他也可以什么事都跟我讲。闺蜜，闺蜜也是闺蜜咯。所以你跟他之间真的是年纪大你很多还是小你很多？大我还蛮多的、啊，虚长大你蛮多。对对，我们直接欢迎他，好吧？从哪一个门出来？啊，左边好，这个门，这个没关系，你可以有这个门而已，你可以指定，这个门也可以。哎，他跑来跑去，你现在指定，他就从那边来，那你会看到有一道人影从这里跑过去。对不起，各位啊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欢迎关系人出场哟。冰冷哎，那有什么关系啦？其实我说实在话，应该是在六七年前。哎，对对，也是路线哥的节目。他真的对我很好，我开那个 pub， 他无条件哦，吉隆伯跟他讲，我说明雄哥，你可以来帮我唱一下，能恭行。他人就来了，哎，我感动呢。所以你有这个就是好朋友要开店，艺能界里面要互相帮衬嘛。啊，你们应该有聊到婚事嘛？他的婚事，其实我了解他的这感情世界不多了，但是多半我都看到他是默默的在那边，好像很悲伤的感觉。悲伤，新娘不是他嘛？我没事，对，新娘不是你，我不是姨妈，对对对，对呀，对对，我悲伤啦，悲啦，其实我啊，看着心爱的人去娶了别人。敢不敢靠？不会，他是我的哥们，他不是我的心爱的啦。真真的非常非常好，因为他的婚礼，你们俩交情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明雄结婚，但是杨秀慧却没有来，他正在那个礼堂外面唱《不如卖香腮》。我这每天都对啊，功力秀一天干六场，我唱六场都是唱这首歌，都靠这首歌在。我讲的这个原因，因为我那我在补请这个婚宴的时候呢，我很早就跟他讲说，就邀请他，谢谢你。我老公好，我一定去，我一定去，好朋友一定要去啊。刚好奈波来啊，结果呢，哎，我办完婚事的时候，哎，我们都有留他的位置啊，对，我就说，哎，可以拐借两奈波来啊。结果呢，隔天的时候呢，他打电话给我老婆。是啊，我要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隔天，我记唔到工。隔天，我要到了。秀慧姐，我们昨天就已经办完了。哈，啊，而且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不礼貌的要求，啊，你今天干啥？给我结一拜。人家结婚，你忘了时间了。对了，他真的忘了时间了。那我很迷糊啦，拍死啦！其实你要帮我去离婚了，我也气的。喂，四哥啊，四哥，那个秀慧姐为什么没有办法结婚呢？为什么？要叫你们一起叫跪下有多爱要这个时候就要用龙姐用一首歌来形容。啊，哪一个不如卖？凤飞飞的一首歌，我不能没有信心。他没有信心。哦，我没有信心。不管月圆月缺，不管月圆月缺，不管花开花谢，不管花开花谢，我要痴痴地等，我要痴痴地等你回来。都会唱的嘛，考不倒的。他不紧呐，可能人的一生呢，有一个伴侣也就可以。对啦，那伴侣男朋友
伴侣那个两个人是身体有接触，对，那这一种是心有接触，心灵，心灵，神，我们两个是心有灵通一点零，对，而且这样的朋友，心有一点零，比十二，比十二，那这样的朋友他永远不会离开，不可多得，对不对？嗯，听完你们感动的故事，我还是觉得曹四哥这边这个最感动。那两个人就带来一首歌曲，让我们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叫做《休假千里好玩》，来，掌声给你们鼓励。一边过路牌，当作不识赛，实在不应该。我爱你在心内，不敢讲出来。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样关怀？你的心意，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。小姐，请你予我爱。沉醉在爱的世界。一边几路摆，当作不熟悉，实在不应该。我对你怎样关怀？你的心意，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。小姐，请你予我爱。生死拢歹势在心内，有你在身边，我的心就充满。沉醉在爱的世界。休假千里好啊！哎呦，厉害了！今天来的这三组的关系人，真的都让我们啧啧称奇，对不对？居然有这种关系，我们怎么想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，怎么凑在一起的？对，太感人了，对不对？非常有感觉，好吧，也要再次谢谢我们三组人马来到我们现场，明天同真继续。